可以啊。两分。嗯。嗯，可以考虑开队伍啊。嗯，补的已经很好了。嗯。队伍。大家对八，或者不动啊？对，不动的话是有撒八的一个变化。对，嗯，说不定可以后面控你一手小三带。嗯。有这个对八不过还真灵性啊，你看地主的这牌全被为爱所心控制了啊，顺子也被控，三代也被控，嗯，但是这两手他能互补一下是吧，对补一下对二，闯一手先闯一手杀六是吧，嗯，比如说现在见到见杀九，杀九，嗯，也只能见杀八杀九是吗，哎，七道圈，见八道 K 的话杀六做大了，杀六做大了，如果见九道尖呢还有这个杀八的可能性啊，现在只有一个断章，但是断章跟后来没关系。嗯，他是因为喜欢听那首经典的歌曲起的这个名字吗？我都快唱出来了。关键刚才海底来跟后来没关系，我说那么像歌词呢。好，红队应该是先手可以拿到两分了啊，继第二局之后再次拿到先手得分啊，嗯，上一局是1-0领先。好，撒六是明大的啊，那第二副打得非常快啊，蓝队已经先手六分了，有可能是一副简单牌型，有可能，嗯，好，红队进两分，2-0，7-9-10，果然是，看抓不抓啊，嗯，抓了。两条顺子，4-5-6连队啊，对，应该是先打4-5-6啊，然后再打九道尖啊，就是哪个做大的概率高先打哪个啊，呵呵，六道十是想回十道尖，对，人十道尖给你顶上，你不就尴尬了吗，就还得等，哎，回到那就啊 OK 了啊，就你说顶住了给你来个单十单圈的，你真挺难受的，有下回有蓝队先手六分啊，但是这副牌好像打的有点时间有点长是吧，看看是不是有输有赢的一副牌啊，蓝队的先手六分，嗯，两炸，哎呦，韦家三分赢了，韦家奥沙利文三分赢了一炸，92，二家的牌有杀伤力呀，啊，同方位三分不好赢啊，那对子，嗯，不太好赢，但是对子的点位。